精密的无人机仪器一一摆放在桌上，由嘉义县长翁章良率领的美国参访团22号前往美国无人机测试中心，见证台美签署合作备忘录。那主要是今天的目的来这边是签订彼此合作的意向，那我们特别签订了 MOU。那当地的市长也特别来做见证哦。台湾亚创中心拥有30公顷的专属空域，提供无人机厂商有研发完就能测试的便利性。透过这次的参访，彼此交流分享，也欢迎美国无人机测试中心到台湾亚创进行测试。双向的合作能让台湾更与世界接轨。嘉义县拥有山海平原等多元地形和宽阔的空域，是发展无人机的最佳环境。全台约有46家最精锐的无人机厂商和企业，还有多个国家法人和国立大学进驻，让我们的厂商有更多的空间，那可以去展示他自己，进而能够建立跟美国的很多生意的关系。而亚创中心作为全球唯一汇聚最多无人机产官学研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国内外无人机采购与创投的标的，也期望透过这次的台美之间的合作，能让台湾走向国际。帅气的大型机身，它是中科院最新改良的腾云察打一体无人机，下方搭载合成孔径雷达，可24小时监察，不受天候影响。进程战术无人机升空侦察，这款同样是由中科院研发。过去军用无人机大多由中科院一手主导，但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刻不容缓。政府首度向企业抛出3000架军用商规无人机订单，预算上砍500亿元，要扩大台湾国防量能，可以让民间参与国防事务。那民间试试看，如果民间做得到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就是你不是说打掉某个兵工厂，台湾就瘫痪。这架战神直升机搭载热感应、可见光和雷达测距仪3种侦察模式，可在不同情境底下使用。而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他，在业界被称为是无人机传教士，也是无人机国家队队长，曾在全球最高的科技殿堂 NASA 担任工程师。1998年回台湾就投入无人机发展。无人机因为它的技术快速的发展，也是一种新兴战略的产业。台湾的民间、台湾的产业界，能不能形成第二个轨道，让这一个我们战斗的机具，以及我们防卫的武器，能够更快速的充实起来？3、2、1。由业者研发的三角定义型无人机，外形是改良自美军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机身只有2.5公斤，不需要起飞场地就能手持抛射或是直接弹射，飞行时几乎安静无声，在战场上运用可执行奇袭、夜间侦搜。俄罗斯在接受制裁之后，它的无人机里面的零组件全部都没有办法维持在它未受制裁之前的水准。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我要确保我的产品能够在被封锁的状态之下，我还是可以不断的制造出来。过去他们就曾经替中科院制造瑞渊和红雀无人机，累积军规验证实力。用的无人机，他们现在飞时速到超过180公里，那高度要超过4000公尺。所以说相对来讲，它要所说的应力跟速度更大。航太等级产品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整合，以这家无人机大厂来说，从晶片、电子零件到外壳复合材料，整架无人机有90%都来自台湾。业者坦言，成本虽高，但有发展必要。所有的资讯设备你只要联网，万物联网，它一旦被后门被打开，很容易的资讯会泄露，或者骇客会入侵大疆的无人机，他们就是留有他恶意的后门程式。这后门程式一打开的时候呢，你我方操作的人员的位置会曝光，我们的机密资料会外流。军民联手打造新武器，给了民间研发资金与机会，但专家看来背后挑战不小。无人机改写新型战争的游戏规则。台湾军用无人机除了箭侠，从大型的腾云无人机、中型的瑞渊以及小型的红雀，之前这些军用无人机都是由中科院一手主导研发生产，现今为加速开发，提升台湾不对称作战能力，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揭牌启用，
总统蔡英文正式宣布成立无人机国家队，希望结合产官学能量。面对国际情势瞬息万变，台湾也积极的提升我们国防自主以及不对称战力跟量能，在国际国造潜能、潜舰国造的目标下，无人机产业将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嘉义县政府将原本台体大所裁撤的校区活化，转型发展为无人机产业聚落。目前已经有约20家厂商及单位进驻。这一年来，实际上这边的进驻率非常高，那协同合作的厂商越来越多。整个无人机的发展由中央主导，那由嘉义县政府协助，由中央来主导，会快速的拉动整个无人机的发展。包括所有相关的研发，除了产业，除了国防啊，甚至是很多治安的一个问题，都跟无人机有关，所以它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链的开始。现场有26家业者展出最新的研发成果，让与会来宾亲眼见识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与7所学校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希望培育更多无人机产业的专业人才。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发展，就是我们跟这些大学那建立MOU 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对未来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人才就是来自于学校，包含了说这个飞手的培训无人机的研发，那以及呢后面的一些软硬体的整合，这方面呢我们也开了很多的课程，那么也有很多的像这样参展的一些机会或者比赛。县长翁章良表示，全世界都在组个红色供应链，嘉义县致力于打造无人机产业生态圈，提供优质的研发环境和创新平台。台湾未来是有机会通过通力合作，将无人机推向全世界。中科院研发的第一代瑞渊属防卫型的侦察机，可在战场执行监控、日夜间侦搜等任务。而目前研制的瑞渊二代，传出是可搭载武器，具有侦打一体能力。但要发展不对称战力，扩大规模，还需要民间参与。我想在短期之内呢，就是能够尽速的把平常商业可以用的这些无人机，但是经过了暂时可能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投放，比如说我们的既有的弹药可以做精准的投放，那这个其实很容易的改造，这样的改造能量我们必须要有。中长期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同步的在发展，也就是说主要是侦察跟打击要一体化，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无人机的数量越来越多。更长期的部分呢，无人机的聪明它必须要演化跟成长，也就是未来不是一台无人机飞出去，它是一群无人机飞出去。军民两用、平战转换、因应台海冲突，未来这些民间资源遇到非常时期即可动员。俄乌战争推升无人机产业热潮，国防自主不能只靠军购，将民间能量纳入军事工业，才能发挥不对称作战最高战力。